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尖叫声在哪里？向所有朋友双手借给我，请用你们最最最最大声的尖叫声跟掌声欢迎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哲的市长。尖叫声在哪里？市长好。好，下次要再听到的话，下次要再办将军吼就叫大声一点，不然就不叫。你们谁想要将军吼，你们叫热情的尖叫声在哪里啊？啊，谢谢谢谢市长。我们小龟将军吼每年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我们将军吼一年一年，刚开始一天而已，是现在变两天，没错。刚开始没有烟火，现在有烟火。刚开始一天烟火，现在变两天烟火了。两天哦，所以我想很多热爱好将军吼的好朋友，你们来到将军渔港就对了。从下午到晚上，你看下午的夕阳，晚上的月亮，通通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定要来。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年非常不一样，有很多的这个独立我们音乐季的团啊，有独立乐团、天王天后，哎，还有金曲奖、嘻哈歌手、嘻哈歌手都有，所以要满足大家的耳朵。没错，哇！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虽然在那边办将军吼，在台北哦有一个天王，我不是天王啦。他是真正的天王，是天王市长。不、哦、我是地头蛇、不是地首，我是市长。但是在台北有一个真正的天王正在办演唱会、在小巨蛋。你说是谁啊？知道是谁吗？医生陈奕迅，对不对？医生，哇，他在台北唱给一万人听，对，台北小巨蛋。所以呢，我要唱一首陈奕迅的歌、我们五万人、六万人一起唱，六万人唱给他听好不好？好，现场朋友，我们目测哦，我们今天经过这个统计，现场超过六万人，六万人的尖叫声来一下，好不好？告诉大家，唱的大声，他听到了，说不定就有机会来了。对，台北小巨蛋，他唱给一万人听，我们现场六万人跟着哲哲市长一起唱歌，唱给他听，给医神听，希望敲碗他可以到台南来开场，对不对？希望他来台南办演唱会也不错啊。是，我们就全场六万人的朋友一起跟哲哲市长大声的合唱《十年》，十年，请帮我把你的手电筒打开好不好？所有的朋友，手电筒借我们。跟着摇摆 ，Come on， 手电筒打开。如果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起唱，现场的朋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副歌六万人的声音。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口。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尖叫声在哪里？把你的手电筒打开，六万人，我们一起跟着哲市长唱给陈奕迅听 ，Come on！ 我还可以穿红色的，双手借给我们，手电筒在哪里啊？来，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全场一起来。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
熟悉的街口见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哇，好，再给现场一个最热情的尖叫声，谢谢。好，因为大家的尖叫声，所以我明年还要办的，明年再办将军好不好？好，希望陈奕迅来台南办演唱会好不好？好，好，就这样了，再次谢谢陈市长，谢谢各位，再给韦陈市长一个热情的掌声。